街路一个人行，无人听，路灯陪伴姑娘，无天星的今夜。亲像一面镜，甜蜜中带苦涩，对感情依依难舍。一日双人盼望的心声，一段有缘无分的运命，感情无分输赢，对你讲一句感谢。双人盼望的心声，你咱形影亲像一面镜，甜蜜中带苦涩，对感情依依难舍。今日双人盼望的心声。啊，真敢笑呀！啊，买来去一间一间去养回死你啊呢？对啊，你哪知影？哦，我真正感觉足见笑的呢，伊阁坚持讲爱亲身去会师的，害我拢无想要上班啦。听你安尼讲，我做个少爷，啊，真正果真做个善良啊！哎，你去给讲看。我，浩宇哥平常是介好，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。浩宇啊，浩宇啊，嗯。我看你咧戆真戆神，你今夜找无着周小燕哦？你今摆了子贺？哦，迄是小燕哦，讲梦到泽凯啦，啊今摆叫敖姐子贺哦，啊要送互泽凯少爷啦。啊，不过敖姐子贺就像目睭诶，你孕妇唔通伤忝。袂啦。我袂受忝，啊，肥弟，我时间足侪啊，我想要做一千只纸鹤送互泽凯。来，咱两个换位，来，你目睭较好，啊，你甲小云哦，到后组合，来，接过，小云啊，你甲后组合。啊，我也要。敢讲你无要祝福，泽凯少爷呢？啊，袂你安尼，小云咧大姓大名，啊，后生吼，嘛对身体嘛无好啊。安尼敢好，浩宇佮无闲公司，就足无时间啊。啊，这手工应该是袂晓啊。我家己偷偷来就好啊，无要紧啊。袂啦，这袂麻烦啦。你看，浩宇是嘛拢无伫遮，啊，你佮一合作一手工个哦，啊，互伊哦。啊！伊的心哦，对迄个左伊来心就给伊扳倒转来啊。我是无保证我学会晓啦。啊，不过这若是要予泽凯就好，就麻烦你教我。哦，你也看，啊，浩宇哦，讲话就是这硬硬啦，一点仔温柔都无啦，无可能左伊拢无爱伊啊。啊，无泽凯逍遥。爱这种垃圾的组合，哦，啊，你该安怎拗？拗我做个少爷。浩宇哥，来，我教你教。只要爱心对折，安尼对折，对，三角形安尼，对折了，搁对折一届。做好了，要拍开哦。浩宇本来哦，像适合小云这款温柔的、又个善良的查某囡啊，而且小云呢，伊即卖处境啊，也只有浩宇会当保护伊啊。那因两人呢，会当做伙，我想啊，这个小云在天之灵一定会祝福伊啊。
变成完成啊！浩宇哥，你手好巧哦，马上就会晓安呢。小云啊，啊浩宇做这小帮手个上好呀！来，啊就换一个手机，换一个手机，来哥啊，去。啊，你会敢继续讲啊？讲做开少爷哦，伊是安怎接受你，啊要甲你好啊相处啊做伙啊？其实泽凯跟我告白就这届啊，跟我拒绝伊嘛就这届啊。我之前受到的伤害就深的，所以我一直拢唔敢接受新的感情。啊，泽凯就有耐心的踮伫我的身躯边，慢慢啊，等我的心门拍开，伊阁替我甲一直跟我哥哥伫个林大伟挂照。我不要过世哩，我阁会记哩迄届，泽凯叫我许愿，啊，不过迄时阵我规头壳拢在希望，阮家的环境会当变较好诶，阮妈的负担会当减较轻诶，阮哥甲阮小弟的事业甲生活会当顺顺利利，啊我所以。你是什么愿？我无想要做大龄剩女，我嘛无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，我敢那希望会当有简单的爱情，简单的幸福。我替家己下一个愿望，希望我会当有一个真爱我的人陪在我的身躯边。我有找到这个人啊，只是时间足短，泽凯哥有跟我讲，以后每一年。伊所有的生日愿望拢要好啊！伊讲伊有足爱伊的爸爸妈妈，啊，佮有足疼伊的浩宇哥佮荣博，伊啥物拢无欠啊，所以想要甲伊的愿望拢好啊。我是不是讲唔对话啊？阿浩宇哥是不是不欢喜啊？无啦，你无讲唔对话啦。我甲讲，浩宇哦，伊嘴硬，心肝足软个，啊足重感情个啦。啊，听你讲做个少爷代志哦，伊即马伤心要流目屎啊！啊，惊你知影，走房间伫咧哭啊。敢是安尼？我唔相信。啊，无咱两个相输啊。好啊，要博啥？啊，你要博啥？你讲啊。我若赢，我想要出去外口行行看看。哦，迄千万唔通哦！夫人甲在那吼，甲你订足条的哦。迄夫人甲走去浩宇的公司哦，去找你哦。哦，万不能你若只叫断掉的时哦，我这老骨头我是担袂起哦。袂啦，荣博，你哪安尼讲？你头壳这么巧，反应这么紧，你一定会当想办法，让我闪过阿姨对我的降息。哦好，你安尼学了着，我带这心肝咧了起来。啊，好啦，啊，无若博你赢时，我要怎？咱改博看卖啦。好，就安尼讲定啊，我来看卖。泽凯，我真正就是你，让你生日，永远拢停在今年。原来你把你的生日愿望拢送给杨秀英了，够给你保证，以后不管杨秀英伊对我提出什么要求，我拢会尽我的能力
来达成你的愿望。什么代志啊？龙伯想要问你讲，暗顿你想要食啥？龙伯做出就好啊，我无意见。哦，好。龙伯，好你又掉啊，你娘！我跟你讲，你唔中听，你好意哦，心肝足软的啦。伊嘴较硬尔，我相信哦，伊看到小凯笑伊吼，伊个相片一定伫遐在流目屎啊！金妹，啊，你即摆是电视剧看伤济，无人要做编剧。我是对这个涉事的人了过敏，目睭无爽快，才有流目油，迄毋是目屎。卖阁辩解啊！明明流目屎就流目屎啊！你叫出来解释。嗯，啊，你看流目屎啊！啊，就甲你讲，迄是目油，毋是目屎。就参像恁老伙仔哈戏的老白油同款啦，煞煞去啊！平常甲你讲遮，后爷，你若真正思念小凯少爷吼，啊，你要哭吼，你就大声甲哭出来，无要紧啦。啊，反正咱拢家己的人啊，啊，少爷嘛袂爱笑啊。啊，不过，后生哦，啊，真正就伤目睭的啦，后遮久嘛才安尼尔，爱一生啊。唔着爱即句话，我看今仔日先安尼啦。我也是迄句话啦，孕妇唔通伤忝啊，哈。小云啊，你有看见无？好伊哦，刁工为着这个代志哦，安尼去甲伊解释啦。啊，你有感觉多笑无？多位好笑啊，伊明明就是在甲我嫌。无咯，嫌不会人哦，这是买会人哦，哈。好伊哦。伊是足高级的哦，伊若要甲你当作家己的人哦，伊连一句话都要讲个咱唔讲的哦，爱今仔出来甲你解释到安尼哦，迄个是哦，惊你误会，爱去甲你当作你是家己的人啊。是哦，安尼伊表达的方式，佫真正是足特别哦。飞弟咯，莫听伊歹听话啦，爱看伊实际行动较重要啦。啊，不过伊拄只拢叫我莫佫拗啊，收收起来，有我也是转去房间拗化。才袂捡。哎，别想，吼、哦！你若要直接拗，伊若要看到袂放心啦。你若去房间坐，哎，要看袂到的时候，伊会烦我呢，叫我去催你呢。吼、哦，袂顺啊，阿桑的安尼作啰嗦哦，会够烦呢。无，你讲浩宇哥是阿桑，你莫有听到。浩宇哥就是安怎，上少给伊醒一个尔啦。你尽量做，看你要怎做都不要紧。我给你做客栓，多谢荣伯。嗯。来来来，董事长，小吴，这道菜哦是你拄才点的，啊，阮总婆菜哦特别替你做的，你上介意食的干贝鱼翅羹，来，你有看吗？等下，啊，不过这不是我爱食的，嗯，这是我替安琪点的，哦，平常时哦是安琪点我爱食的，今日我碗点安琪爱食。爸，啊，你头摆去上厕所的时阵，你讲啥物话啊？爸，点你上爱食的干贝鱼翅羹，而且哦，这是阮总埔菜特制菜单顶管无。爸，你哪知影上爱食干贝鱼翅啊？嗯，我这做爸爸总算是有用心哦。你喜欢做，那我当然嘛爱知影。哎、欸，老叔，你嘛来食不咯？系啊，来，这，嗯，来，永辉啊，来，老叔，郭蛋，哎，哇，你好，啊，我拄则有听到你讲。安琪是你的查某囝，啊，你是收伊做你的客查某囝。老鼠，啊，明慧无甲你讲这件代志哦。哎，我出差啦，啊，一阵仔无等于杂志社啊，都无拄着明慧啊。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阮丈人爸吼找到伊失散多年的查某囝，就是安琪。失散多年的查某囝，啊，是有血缘关系啊。哎。你创啥这款表情啊？敢那听到什么奇闻怪事同款？哦，不是啦，我印象内底
俺是毋是就是吴董的秘书？啊，哪会雄雄变作是吴董的查某囝？这吼、哦，就是，伊人讲是缘分啦。其实哦，我也早个早就伫我的身躯边啊，我敢毋知影尔。是安尼哦。啊，甲会当问一下，恁两个是伫底拄着的，啊是安怎相认的啊？让人疼慕的心声。其实哦，我的早个早就伫我的身躯边啊，我敢毋知影尔。是安尼哦。啊，甲会当问一下，恁两个是伫底拄着的，啊是安怎相认的啊？哦，所以讲起来话头就长啊哦。哦，我敢会当感谢天公伯，伊会完成我的心愿啦。对，我即马哦，正式甲你介绍一下啊。啊，这就是我的大汉查某囝安琪。你好，哎，你好。啊，你过去有识在啊？识在啦。对啊，我知影伊伫个杂志社嘛，伫丽燕哥迄杂志社上班啊。啊，应该嘛知影我是天成的这秘书嘛。哦。哎，安琪啊，啊，你找到你的亲生爸爸，恭喜你呢。等下。啊，老叔啊，哎，坐来聚会家嘛。好，来，这这。龙大爷，那呢，我无客气啊。哎，这这。好好，多谢多谢。哎，哇。我想讲哦，珊珊若是从前过来，我知影伊加一个阿姊，一定会足欢喜的哈。哎，对对对。哎，谢谢。多谢。讲到这，我想起来啊，有没有？听听安琪找一个贴身保镖。啊，保镖？嗯。我无想要哦，珊珊的代志阁发生一次啊，所以我即马就有会哦，所以爱随时来随时来保护你。爸，我无需要啦。我当然，我愿意做安琪的保镖啦。老鼠，你莫讲生气啦。是啊，啊你即马毋是伫你爷遐做工课啊？我哪会加乌伊的人来啦？啊你爷是袂要紧的，啊明伟若是知影，伊会找我抗议的呢。我杂志社的摊柜哦，已经告一个段落。我想讲哦，加做一份摊柜，会当增加收入嘛。啊，而且我底下的摊柜就是写稿子尔，啊，写稿子也无一定爱伫杂志社内底写，伫外口买当写啊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无伫杂志社，是不是增加啊你员摊柜的负担啊？哎呀，啊，杂志社内底有明慧，我相信明慧吼一定比我较欠开啦。对对对，老师啊，你即马电脑是恁办公室的电话机啊呢？我就是安尼想的啦。啊，不过感觉永辉讲了有道理。啊，你即马拢你的工课啊，就好好做你工课，安尼就好啊。哎呀，安琪啊，我就想讲吼，会当增加一个工课，会当增加收入啊。你莫动我的财路啦。哎呀，老鼠哦，咱嘛是在出久啊，嘛算是家己人啊。嗯。我认为哦，老鼠若是做安琪的保镖，一定会比哦啊其他社会人哦做安琪的保镖更加适合。爸，啊你认为嘞？嗯。那这点我不认同，我不认同。哎，你像老鼠的身手吼，矫健又灵活啊，伊嘛可以过一挂士兵，我嘛感觉伊是足好的人选。阿文哥爸，我真正无需要红包好啦。哦，袂用的啦，你看珊珊即马我咧分袂不清呢，我已经是足后悔啦。当初是我若有派人好好保护伊哦，真有可能就袂发生这款代志啊嘛，对。好啦。啊，既然爸这样想要派人保护我，我答应你啦。啊，是讲哦，咱要找保镖，另外找就好啊。啊，让老鼠弄伊家己的工课啊。哎呦，啊，即阵要找人嘛，一定随时找会着人啊。而且你要找的是会当信任的人，啊，多好啦。我就是这个会当信任的人。而且我还有一个优点哦，我会当随时开始上班。是啦，而且有老鼠哦来做安琪的保镖啦。啊，咱买当探监的时阵，看是毋是有适合的人选。啊，到时阵哦，阿姐家己听话过来就好啊。对啦，啊，即马就算是试用期嘛。啊，安琪若是感觉无适合，恁以后再去换人就好啊。嗯。这个老鼠，就是要搞我蓝条条，带我去咬家就死啊！哼，你搞我会记？好啦，我看哦，就照因为所讲的啦，暂时先让老鼠来保护你。咱这个慢慢来找人嘛，好、哦，何大，那呢就多谢你啊！我先等伊款行李啊，阿卡妹直接去恁家。好，好，好，
来。哎，老师，你不爱吃饭啊？吃饭有什么重要的？保护安琪小姐才是上重要的。先来啊。这样你上爱吃，这样就好吃。爸，我是咧想讲，无归去也是卖麻烦迄个老鼠好啊啦。我虽然讲伊工课足自由的，啊，伫啥物所在拢当上班，啊，毋过若是杂志社临时啥物状况，啊，去耽误着，安怎对你应该感觉足歹势？我知影你的顾虑啦，啊，毋过这也不是长期的，敢只三万年嘛，哦，伫咧找着适合的保镖进行，先让老鼠保护你啦。是啦，啊，你也是家己人啊，一点体谅的。啊，若是有突发状况，啊，老鼠这样机灵的人啊，一点处理好呀。无啦，其实我嘛无需要什么保护啊。啊，反正即摆嘛有啥物人知影，我是天成集团的另外一个查某囝，敢毋是？安琪啊，你是我查囝，即件代志我无安生的温暖，因为这是正大光明的代志，对吗？所以应该真紧都有足侪人知影即件代志啊。啊，到时是毋是还阁有人安尼想空想方哦，想要做啥物歹得路的代志，啥也毋知影，哦。我经过珊珊的代志了，我无想要顾无任何的危险嘛。安琪，啊，你是毋是无介意老鼠啊？啊，无啦，我甲迄个老鼠也无熟啊，嘛无啥物介意无介意啦。我只是感觉毋免遮尼麻烦。啊，而且哦，有一人安尼搞吊吊吊，我嘛会感觉就没关系。个人搞没关系啊嘛，哦，你可以先试看卖嘛。啊，真正没关系，咱才阁换人啊。惠弟爸，永辉，是的啦，啊，何玲安尼这么烦恼啊？无，你就接受爸的安排啊，无爸会更加烦恼嘞。应该是老鼠来。哎，永辉，老鼠，哦，好的。哎，老鼠啊，你卡手较紧哦。我就想讲哦，安琪小姐安全是最重要的啊。我简单看看就得过来啊。哦，安琪小姐啊，啊，你若是有啥物要斗相共的哦，你尽量甲我吩咐。哎，永辉啊，啊，你带老鼠去个房间，甲物件放下。好。哎，不管你啦，我来好啊啦。我想说我带伊熟悉这环境。哦，你带伊去哦，你两个熟悉一下。哎呀，较袂遐介意哦，哈。你敢会当甲我讲，即摆到底是啥物状况？我当然是安变成你的爸爸。你较细声啦！即摆要互阮爸甲永辉知影，咱两个到底是谁啊？是？阮爸，吼，你即摆叫他做孙啊？吼，伊本来就是阮爸啊。我之前甲你做伙的时阵，也无听过你讲你是孤儿啊。我毋是，我有爸母。啊，要其实因两个是我的养爸养母，我只是爸爸，你是董事长无毋对。咁真实。当然是真实的，咱两个交往无偌久，我当然袂甲你讲我较早的代志啊。奇怪，全部的人拢在找这个囡仔，啊！你竟然到我伫杂志社内底，嘛在找这个囡仔，啊！佮有迄个育幼院院长，你雄雄就变成是吾党的查某囝，这代志是毋是甚物牵连啊？哎，你莫别怀疑啥哦，是阮爸佮永辉家己来找我的，毋是我去找因的。而且，因阁带我去做亲子鉴定，确定我真正是阮家小林的，我嘛惊着啊！亲子鉴定，老鼠，你是毋是因为我即摆向变做一个千金大小姐，所以一条过变做我的保镖，你搞我创空？这边哪有可能啊！我看到你安尼飞上枝头当凤凰，做你的朋友，我感觉
足替伊欢喜啊！哎，你莫袂讲哦，啥物朋友？咱两个人较早是识的代志哦，别当互别人知影。啊，搁有为即摆开始，咱两个关系就是主人啊，甲保镖。主人，你真正翻脸比翻书较紧呢。啊，你之前伫杂志社搁甲我讲，咱两个有机会会当重新开始。啊，你即摆说，迄个时阵是迄个时阵，即摆是即摆。即摆我无心情谈恋爱，我即摆甲想要好好照顾我的妹妹珊珊。我听你讲这话吼，那会感觉你是咧讲笑话哈？你著继续讲啊！你若是搁要安尼讲，我著甲爸讲，讲你无适合，啊你马上离开。唔是嘛？啊你总是爱甲我讲，我啥物应该讲，啥物不应该讲。啊，万一我若是甲不应该讲的吼，全部拢讲讲出来。你叫想安怎？你威胁我是？你若无做啥物代志，你敢惊我甲你威胁？我唔惊你，你这步对我无路用。我甲你讲，你是要甲我创空？你想都莫想。让人疼我的心声，全部拢讲讲出来。你叫想怎？你威胁我是？你若无做啥物代志，你敢惊我甲你威胁？我唔惊你，你这步对我无路用。我甲你讲，你是要甲我创空？你想都莫想。阿是，我你来啊。是安怎啦？啊，这么大声，啊，恁在冤家哦？无人，哪有可能冤家？我是甲老师讲一寡我的规矩啦。啊，虽然我答应伊，予伊做我的保镖，啊，毋过我是想要保留一寡我家己的个人隐私嘛。是啦，安琪小姐咧甲我讲，要安做伊的保镖啦。无代志就好啦，无先出去啊，你慢慢讲吼。嗯。老鼠，是累啦，我知影我拄仔态度无好。那是因为我太过激动啊，我就很生气的，我客气都不信任我啊。就是想说哦，我是看人的财产，才想要做人的女孩同样。其实我是真正很欢喜，可以拿到我自己的钱是爸爸。这是我自小孩的愿望。啊，不管他是不是大头家，还是说他是普通人，我都会跟他相认啊。所以我也希望你能替我感到欢喜，啊，不是怀疑我的动机嘛。我嘛唔是咧怀疑你的动机啦，我嘛知影你即摆已经重新做人啦。啊，只是你之前拢无甲我讲你是孤儿，啊嘛无甲我讲你的身世，这想过拄好啊，我有淡薄怀疑啊。莫讲是你啊，连我家己嘛是惊着啊。啊，毋过无底卡，这就是缘分啊。老师，坦白讲啦，我是真正无需要啥物保镖。啊，不过是阮爸是坚持，我们才会答应伊，予你暂时来做我的保镖。啊，过一阵仔，我就甲伊讲，我是真正无需要人保护。我先甲你讲个好哦，我绝对唔相对你，你爱怎样哦？我知影啦。啊，你讲你无爱保镖，我当然嘛不一定会答应啦。回头即马哦，就试用期就试看卖啊。无得卡，我也是你的终极保镖。泽凯，希望这的纸鹤会当陪伴你走向彼岸，走向圆满。我甲宝宝拢会好好过日子，我答应你，每一天我拢会快快乐乐，让咱这个家只有笑声，无伤心的目屎。这么晚嘛，还不去睡？我就要熬完了，熬完我就会去睡了。等你熬完，你的手也肌腱炎了，你脚就这样睁开欢喜。因为泡你的养生茶你都没喝，你这样没喝水也不去睡，就准说你会睡，你肚子里的宝宝敢会睡？我现在精神很好的啊，所以说
代表宝宝的精神嘛，足好诶。而且我相信宝宝嘛，愿意陪我做伙折纸鹤送给伊的爸爸。阮高龄产妇啊，搁像人家田金，我真正是烦恼你的胎教了。哎、欸，你哪会当安尼讲话啊？我只是想要折纸鹤给泽凯，敢有这严重？你若是讲折纸鹤是借给泽凯，我看啦，这是在安慰你家己，这一点仔实际意义拢无啊。啊，你家己嘛有傲啊！明明就同意我做这个代志，佫甲话讲到这么歹听。就是因为我有傲，我才感觉这个代志足戆的啊，所以我建议啦。若是要熬夜做这款无意义的代志，不如较早去睏，生一个健康的宝宝，家己的快乐，留去照顾宝宝较实在啦。啊，我就想要替泽凯做一寡代志啊。搁再讲，折纸鹤对你来讲是无意义的代志啊，不过对我来讲是心内一种安慰，这足重要的。你要得到安慰，我无反对，啊，不过爱有残疾啊。你若是暗时啊拢唔睏哦，你的作息会乱去。以后囡仔出事哦，做事若是对你乱去，你后悔都袂有啊。好啦，我去泡一杯热牛奶给你啦，临尾去睏，啊，别熬纸鹤，明仔载起来才熬啦。哦。咱几岁啊？啊，睏过人顶，拢袂晓照顾家己。几岁尔，甲阿送共款，这么十点。拄只熬的时阵无感觉，停落来才感觉手足酸的。啊，明仔载唔知影是毋是阁有气来继续熬啊？车里来。热牛奶，多谢。你吗？哦。我妈都无这么啰嗦，顶好，真正就十点了。这温度真拄好呢，未受烧，真好啉。泽凯，若是你搁伫个，你一定嘛会安尼照顾我对无？你嘛会对我这么温柔体贴，嘛会陪伫我的身躯边，甲我做伙照顾宝宝。宝宝半暝醒啊，你嘛会足用心甲照顾。让宝宝有安全感。明仔载才继续替泽凯折纸鹤好啊，等丁浩宇去上班才来熬，啊，若无，伊伫底下死死念。只是一个仪式感，敢有这么重要？会当无顾家己的身体，嘛要熬好泽凯。杨秀英虽然加泽凯几落岁，但阮两个人拢敢若囡仔共款。过去泽凯身躯边只有照顾伊的人，譬如讲永伯，若无就是产生我甲安提这么严肃的人，无人会当予泽凯。真正轻松斗阵，无怪伊会这么爱杨秀英。原来两个人啊，拢是这么天真。几岁啊，阁相信纸鹤会当传达祝福。
梁秀英熬的纸鹤，阁真好看。伊拄只有教我，我嘛来熬看卖。奇怪，哪会歪歪？迄杨秀英拗的，哪会遮整齐？就是较水，明姐。傲的，就是较水，明姐。路边，我叫你干嘛？哦，昨暝熬纸鹤熬伤晏，手有够酸的啊！搁差一点点啊，就完成啊！今仔日我爱继续打拼。老人啊，你是规暗拢无困哦，啊，你拢在熬煮好哦。哦，你安尼袂急哦，你伸手敢袂酸？我今日你会困到中昼的嘞。无啦，龙波，这毋是我熬的，我搁想讲是毋是你熬的。这，我知，一定是浩宇啦。有这强迫症的哦，伊只我都安尼头甲头，尾甲尾，后甲才整齐，你看。这边哪有可能啦？啊，昨暝哦，伊阁叫我莫阁熬啊，紧休困。伊阁讲熬这一点仔意义拢无，是浪费时间。哼，还阁想讲讲别人啊，伊拢出一支嘴尔，还阁。刘安怎？林伯，你有没在后边讲我歹话啊？那有，还阁熟悉嘞啊！啊，你阁想讲谢谢念伊，啊，然后啊，还阁发到团，阁去共斗三工啊，还阁亲像，啊，做个少爷时啊，伊阁读册，啊，无好好读，还算电动玩具，啊，你阁甲笑话，吼，加叫夫人啊，啊，夫人阁甲等下甲，啊，做个少爷阁伫遐哭，
啊，这么吵未停，啊，你过去跟哥哥啊，要跟弄完是一模一样的，啊，我做个少爷。哎，拢外久进行的代志，我拢袂记的，哪有这代志啊？什么袂记真哩？我若想到做个少爷读高中的时啊，啊个啊无好啊读册啦，啊个算电动玩具，啊你甲抢的，啊做个少爷也哭袂停。我想到这个代志，我搁感觉做个笑话啊。我真正无印象啊啦。哎，少爷，啊这如何拢是你拗的啊？啊你手敢袂酸？无啊，唔是我啊。嗯，敢不是你啊？规个手拢拗到红光光啊！啊，即摆真暗嘛，我要来公司啊。无咯，好爷，你还袂食早起的啊？公司今仔有早餐汇报，我来公司食就好啊。真正爱食早餐的，是后壁迄个啦。爱记，该补充营养，唔通让伊乌白乱食。哦，这我家己会注意啦，唔免你烦恼。你若是家己会注意，就袂总是让烦恼啊。好呀，你规暗拢无困哦，啊你要公司哦，我足担心的呢。你只要好啊，顾好杨秀英就好啊。会啦，我会甲照顾啦。唔过哦，杨秀英哦，互你来照顾，你较妥当啦。好呀。浩宇，浩宇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昨暝啊，规暗都无困啊，啊，熬这煮好，熬到这尼济啦。阿爷手咯，足油的呢，每一只哦，熬到袂输迄机器熬的共款，甲伊个是一模一样。阿爷，伊袂忝。哼，阮老爷伫外国该做就该死啊，伊个个性哦，足阴险的啊。啊，身经全啊变作慢呢，唔少囡仔成就，啊唔久哦，吼，足可怜的，一个少年人哦，袂顺咱老伙仔啊，我替伊烦恼呢。看伊这么紧，我拢替伊感觉足忝。多心呢，啊拢袂晓共开始啦，啊唔少迄个张小根迄个小查某食死死啦。哦，不不，卖讲着迄个小查某，若讲着伊，我个生气啊啦。啊啊，对，我来煮早去。哦，我来斗三工。啊，免啦免啦。你也坐着哈，我煮些个羹来食。好、啊。泽凯，阮大家联手替你熬遐尼济煮好，你收到了一定就欢喜的无？起床啦，爸妈啊！恁哪来在爸？哦，你是今日困到，阮回来拢唔知影诶。我看哦，差下礼拜啊，你嘛一点仔感觉拢无。哪有啦？我知影恁哦是惊甲我差钱钱，所以恁的动作拢足细腻。啊，万一有差下来，我就水跳起来。谁说你会惊醒的？乐仙啊，忘了永辉家的钥匙放哪，想说你一定在家，结果按门铃按了老半天，也没人来开门，那吵到邻居都出来看了。后来乐仙想想，他觉得啊，你肯定把钥匙藏在外面什么地方了。后来真的找到了，我们才顺利进来。就是讲的，我一直是等铃，一直弄门，你讲真正拢无听到？可能等铃派去啊。啊，难道清明门家这么厉害呢？把所有声音都隔绝在外。我看你是跟疫情同款啊，看戏看到困去啊。我跟你讲，你总有一天，你目睭真正会歹去啊。啊，奇怪，我唔是讲要去真相杂志社上班，啊，你现在你心里你拢要认真做代志哦。有啊，我就认真嘞，规个真相杂志社对我上认真啊。好了，乐仙，别再念明慧了，他虽然有时糊里糊涂的。但做事啊还挺有条理的，你看看《真相》杂志一期都没落掉，这就证明他肯定是丽妍的得力助手。嗯，还是得胜把熊撩盖了。好了，别顾着聊天，吃早饭了。啊，加班哦。来，阿喜公啊，你今嘛跟丽妍工作会啊？那分数是不是
赶紧办命嘞，安尼我嘛较清醒嘛。哎呦，珊珊你嘛状况安尼，我哪有心情办婚书啦？哦，嘛是啦，我甲德嫂哦，本来就想要倒来看伊的，啊，不过恁哥就讲珊珊无啥物代志，啊，病以后我家己照顾，啊，结果诶，拢过遮尼久啊，珊珊拢还袂清醒，感情真袂要紧啊。其实我嘛无清楚，其实医生到即马也无了解是安怎珊珊也无清醒的原因啊。哦，前一阵啊，珊珊状况就无稳定的呢，一下心跳跳足紧，一下血压升足悬呢。医生讲可能是病床倒伤久，当初有这种状况，目前是拢控制掉啊。啊，佮有前几天有一个人偷偷入去珊珊的病房，想要佮伊伤害，好佳哉，互高大抓掉。咁咪是阿英啊？伊叫人光出天成集团，啊，这种人哦，甚物代志拢做会出来。我嘛唔知影，迄个人无讲是啥拘束嘢啊！啊，我有交代老鼠去请个引导做保镖，保护因全家回家安全。我们也是很担心珊珊的状况，所以才想说啊，赶紧过来看看。嗯。哎，我看这样好了，我们吃完早饭去医院看看她吧。嗯啊，啊，不过病医无确定会互人凊彩就入去病房看病人啊。哎，先去看麦再佫讲啊。珊珊是我的媳妇诶，我觉得做大家该关心嘛是应该诶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听者，看你面色这么歹哦，一定无好好食饭。我几岁人啊，袂晓好好照顾家己。哎，我爱带你甲我照顾啊。嗯嗯嗯，你拢袂歹势。嗯，听者啦。哦，你快点。好啦，别再念了。老鼠，你刚刚买只行伫我后边，安尼我去派甲你讲话就麻烦了呢。安琪小姐啊，即马是上班时间呢，我是你的保镖，唔是你的朋友，我当然行伫你后边，帮你安尼看头看尾，随时注意你的安全啊。讲到敢若真个咧，袂如我专业同款的哦。是毋是专业，我是毋敢讲啦。啊，不过老鼠吼，伊像是上负责任，绝对毋是薪水小偷。这么负责任哦，那安尼你敢愿意替我动得啊，动心机？我较好奇的是，你最近是毋是有做啥物无应该做的代志，去得罪着啥物人啊？哈？当然无，你莫想要听我的话啊！我哪有啦？啊，人拢讲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嘛。我总是爱知影我的敌人有可能是倒一款人，我爱安怎对付，才会当好好保护你啊，对不？哎，对啦，啊，珊珊伫病院倒遮尔啊久，你也会记吼，帮伊个脚手小活动者，脚边的肌肉萎缩，到时阵就麻烦啦。知啦，这代志康复拢有在做啦。我之前吼有学过抓人啦，啊不带离别的时阵啊，我替珊珊抓人者，袂代代较亏我哦。珊珊头受过伤，而且吼佫发过病危通知，即马阮爸爸用药是小医小甲敢若宝贝共款，啊亲像你这头路的人哦，啊心肝拍着较保险啦。好啦，辛苦啊。接下。高当因派来要保护珊珊的啦，即马珊珊的病房十四点钟拢有人看咧，只好我就先去休困啦。是，谢谢。辛苦你。老鼠。哎。我不想你去替珊珊去辛苦，啊你是查甫不方便啦，你有只等我就好啊。哦，好啦。珊珊妹妹。在家来看你啊，安怎？今仔日过了好无？也是同款，无法度叮当，无法度讲话，目睭无法度擘开，看这个世界是。安尼，敢有感觉？啊，那是安尼嘞。嘛是袂听哦，要安怎啦？我拢经这样大力，想要把你叫起来啊，结果你也是叫袂精神啊。那安尼我嘛无法度，是讲哦，我看你倒伫遮待遮尼久啊，安奈我愈看你，就愈感觉你足讨厌。啊，我知啊，一定是因为你哦。
伤过自私啊！你看你，你都伫遮昏迷不醒，小麦讲，恁爸甲恁翁有烦恼你啦。你看，还倒伫人个病院浪费医疗资源，又浪费人力。我若是你哦，我是较规气个，赶紧放手去投胎。你放心，恁爸会替你照顾。啊，你五家的财产，我嘛替你保护好，袂互别人抢去。啊，若是恁翁，好啦，我就较勉强个，替你接受啦。永辉，安怎是？你妈因要来看珊珊，啊，因知影珊珊的代志啊。好啊，不要紧啊，我回头我即马人嘛伫病院啊，我着想说替伊甲身躯切切嘞，啊，小可整理理的，啊，看起来气色嘛较好，安尼穿嗯嘛才袂烦恼啊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吴珊珊，你是真有够麻烦的呢，三不五时就人要来看你，我是搬去，我够忝的我。那是有办法，会当做一个解决吴珊珊跟老鼠，哼，安尼就好啊。是安怎？珊珊状况不好，嘛是同款啊，无法度振动。唉，虽然伊较早这么活泼，大家做甲这么欢喜，啊，即马生伊倒伫遐，我就感觉就艰苦诶。这也是无法度的代志啊，一人一款命啊。其实我常常梦到珊珊，伊徛伫足远足远的所在，一直咧喊救命，袂输风关起来同款。就像就即马呢，伊身体倒伫遐，袂顶袂动，啊，毋过伊灵体足艰苦的。进前嘛是有足侪哦，植物人形容器怪的例子啊，咱着继续替珊珊祷告，无定着伊倒一天哦，马上形容器怪。老鼠，你拄仔毋是讲，若是疗疗，无得较对珊珊会较好对无？对啊。那呢，我再麻烦你替珊珊疗看卖。无问题啊，我拄仔来的时阵就讲过啊。对啦。啊！即摆你讲，我现有想起来啊啦！我顶下来的时阵，看到一个看护替珊珊在按摩头皮啊。伊讲安尼有当帮助珊珊血液通顺，无你甲珊珊就赶紧精神安尼。好啊，无问题啊，交话得啊。我扫你礼拜。好。我知影你心情是安尼，遮尔歹啊。亲像我知影珊珊住院吼，我心情嘛足歹的。啊，毋过即摆看到伊倒伫个遮，我是真正毋知影要讲啥。一个好好的人倒伫个遮，啥物代志拢袂当做。就是讲啊，我真正就想珊珊的声。较早阮伫办公室上班的时阵，常常安尼吵吵闹闹，讲生笑。而且嘛是珊珊介绍我礼拜天晨上班。若毋是伊，可能我嘛无法度甲阮爸相认。无管我当下遮尔紧张，一定要替伊找保镖。我若是伊，我看到家己查某囝倒伫个遮，我嘛会紧张，我嘛会惊呢。那恁老鼠，今日麻烦你赶紧替珊珊抓尿，无得开即马佫有淡薄仔知觉，爱替抓尿哟，伊咪感觉较快活。哎，对啦，啊，珊珊的头壳受伤，到底是甚物原因啊？我会记进前有听明慧讲过。啊！不过我迄时阵无用，我着无注意听。珊珊发生意外的时阵，我只是一个秘书，啊，所以详细状况我嘛无啥清楚。啊，不过永辉是有讲过啊，讲啥物？非得有一个足长的迄医学专有名词，啊，所以我嘛记袂起来。那安尼，珊珊的头壳敢会当动呢？啊，对啊，我现有想着啊。我有答应阮爸，我到病时阵要打电话回伊报一下平安，较免伊了烦恼啦。老鼠，你先替珊珊聊聊，我去回电话。哦，
老师，你得好好啊替珊珊疗养哦，我未来的美丽人生得靠你啊。安琪，请。安琪，好久不见了，没想到当初无意间救了你，竟然救到自己了。你是吴董的女儿，也是永辉的大姨子，原来都是一家人。我听明慧告诉我的时候，我也很开心。是啊，我也刚刚就意外，我想不到这个世界竟然这么小。我感觉这一切都是天公伯安排，让我一步一步找到我的亲生爸爸。然后有亲家这样救我，还又遇到珊珊跟永辉。对啊，亲家你现在看起来气色给我好的呢，一定是亲的功劳哦。都是乐仙的功劳没错，我现在每天看到他都很开心。哎呦，今麦拢什么时阵啊？跟你黑白讲啥？啊，我说的是实话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没想到我这把年纪了，还能圆梦娶到我暗恋半辈子的人。好啊，那你现在看珊珊呢？安琪，啊，珊珊今麦状况是安怎啊？还是感官差不多啦，我无什么感觉。啊，看起来敢若困去啊，只是唔知影什么时阵会惊醒。啊，医生是安怎讲？医生嘛无法度确定，敢若讲赵珊珊的状况无愈来愈歹，就真好啊。还好吴董有找到你这个失散多年的女儿，心里啊会好过一点。要不然他一个白发人，一直跟珊珊相依为命，你要他日子怎么过啊？嗯。爸妈。哥。恁来台北是安怎无先甲我讲啦？甲你讲要创啥？啊，好，你有时间哦，甲代志拢藏起来，别让知影是。我是惊恁烦恼。啊，这种代志哦，嘛不是家己人知影，啊，珊珊哦，就会当较早精神啊。啊，搁再讲，阮丈人爸有交代啦，这代志袂当互恁知影，怕被恁烦恼啊。人亲家哦是有礼貌，讲客气话，啊，你搁当作是真个啊？珊珊是我的媳妇诶，就等于是我的查某囝，我甲恁爸哪有可能无来看伊啊？好了好了，乐仙，永辉，你妈没有怪你的意思，其实大家出发点都是善意的。只是立场不同而已。是啦，就是恁大家来看珊珊，我代替阮爸甲恁说多谢。恁即马多谢你去看珊珊。我是安怎啦？你先往住，进来啊！珊珊是安怎？啊！甲小车停我炮弹。哎，什么？是安怎啊？干我一样嘛？哎，没事没事，医生已经进去了。老鼠啊，你丢在是安怎？伫咧珊珊病房啊？啊，你出来时阵。啊，珊珊人有安怎吧？是无安怎，我拄只伫咧替珊珊疗养啊，啊，迄个监测器唔知影伫伫海啊。你是安怎伫替珊珊疗养啊？我想讲会当帮伊头部按摩，啊，互伊气血循环较好，无定就好起来啊。你替珊珊头部按摩？对啊。你是啥物意思啊？珊珊颅内出血，你是安怎替伊头部按摩啊？啊，我唔知影珊珊伊是颅内出血啊。永辉。老鼠嘛是好意啊，伊只是想我珊珊感觉较快活的啦。这个永辉，歹势，我是真正唔知影。你唔知影？你唔知影？你是安怎安尼乌白叮当，安尼替珊珊按摩啊？你真正哦，就无要紧珊珊的性命嘞？伊真正就脆弱的，你唔知影？哥，你是卖着急，老鼠一定唔是超工的啦。对啦，永辉，老鼠绝对唔是故意的，伊是好意啦。啊，伊想讲替珊珊疗疗，无得头，卖让珊珊安尼肌肉萎缩啊。哎呀，拢是我无好啦，是我答应要回你去替珊珊疗养啦，拢是我唔好啦，歹势啦。用许歹势啊，我是真正唔知影，是嘞啦，一种是嘞，就当赔一条性命是无？好了好了，永辉，医生还在急救，先别说这种话。你这么生气，也没办法帮到珊珊。这条小要我该死了。哪会咱一来珊珊就咧急救啊？是不是状况真正就无好诶？妈，你是闹白痴啊？你无看哥今麦心情已经突然了。好了，永辉，我们先去旁边等他问状况啊。医生，医生啊，啊，今麦病人状况安怎？啊，敢有要紧啊？哦，状况暂时稳定啊。多谢医生嘞。啊，是讲今麦敢知影啊是啥物原因造成的？详细原因俺唔知影，所以我们要替伊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啊，恁今麦敢有带人去看病人啊？会当，但是阮马上要替病人检查，所以弹性时间袂当伤久。哦，我知。妈，来去看珊珊，快快快！
好佳哉啊，有一丝双手回来，无一世人拢会有遗憾的。珊珊，是嘞啊，是我无注意，是我无够认真。阿姆哥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好好保护你。你已经就保护珊珊了啊！你看你今嘛，规个人精神拢无好。妈知影你压力就大个，啊，不过你安尼你怪家己，你身体一定会袂堪的。是啊，永辉，照顾病人是长期抗战，你要先照顾好自己，才有办法照顾珊珊。我知影，啊，不过烦恼拄只代志，搁会发生啊。哎呀，拄只只是意外。啊，以后就莫予除了医护人员，其他的人后背入来安尼就好啊。这种代志拢是会当提防的。就是因为会当提防啊，我才会更加去家己啊。我哪会这样无注意啊，予人走入来，安尼乱叮当珊珊，我哪会这样无细腻啊？哥，歹势啦，是我叫老鼠去甲亲家斗三工，保护珊珊甲安琪。真正唔知影伊是安怎来做这种代志，这跟你无关系啦。之前有一摆，珊珊规工哦倒伫病床，阿妈唔知影啥物状况，阿血啊阿就熊熊安尼压起来，差一点啊出代志。阿是讲阿老鼠哪会无经过医护人员的同意啊，就安尼入来替珊珊按摩，安尼真正就危险的呢。对啊，阿老鼠平常时都唔是种大猪大爷个性啊。老鼠可能嘛唔知影代志，变到这么严重啊！好好甲伊交代就好啊，伊即马一定嘛就自己。即马珊珊状况啊，已经较稳定啊，稍等医生会来替伊检查。我真正就烦恼检查的结果，唔知影珊珊的状况，可会愈来愈严重。哥，你是莫烦恼啦，珊珊的身体平常时哦，伊常拢就用就好。一定没代志啊！永辉，你再这样下去，身体肯定会累出病来的。为什么不多找几个看护轮流照顾珊珊啊？我甲亲家拢讲过啊，哥就袂放心交别人啊。你哦，总是所有代志哦，拢担你家己的肩甲头。你爱放我较轻松诶，我你嘛当学会晓，把一部分诶责任分担互别人啊。这本来是工课，我一定给别人哦做伙分担。啊，不过珊珊是我的太太，我一定要家己照顾伊，袂当交给别人。顶摆啊，搁有这摆的代志哦，我已经惊着，袂当搁有第三摆。无，我绝对哦，袂当原谅我家己。珊珊，你有听到我伫甲你讲话无？自从你叫我因为了后，妈妈叫过我几摆妈妈。我真正就希望你会当赶紧清醒，搁叫我一摆妈妈好不好？你较振作诶，赶紧好起来，无我会当甲你亲像查某囝同款疼惜，好不好？你较振作诶。赶紧好起来，无我会当甲你亲像查某囝同款疼惜，好不好？对啊，珊珊，你毋是以前拢足心酸，我甲阮妈的感情，啊，即摆你会当叫我妈妈一声妈妈，你煞倒伫遮昏迷不起，你叫阮哥要安怎？珊珊，你当初为了对付许忠信那些人才受伤。现在透过大家的努力，天成集团已经重新回到你爸和永辉的手上了。现在天成集团也在重整，会有更健全的企业体制。你醒来之后，就可以看到永辉努力的成果了。你一定很期待，对不对？我哪会这么冲动，这么没注意啦？万一把珊珊害死是要怎啊？哎，你们就在珊珊哪？
你是不是讲啊，状况已经稳定落来啊？啊，这是暂时的啊，啊，万一检查报告哪是出来，啊，珊珊伊……哎，别别别，莫白讲话，珊珊一定无代志啦。我拄仔替珊珊头皮按摩的时阵，你哪拢无甲我讲是颅内出血啊？我哪会无讲？我有提醒你啊。你哪有讲啊？我会记你甲我讲，有一个看护帮伊做头皮按摩，啊，让伊安血气循环较好。无唔对啊！啊，个人看护是专业，你讲是专业。啊，唔过是你爱我替珊珊抓量的呢。我无叫你替伊按摩头皮啊！你是啊，好啦，刷刷去啦，就怪我，怪我不甲你讲个清楚，害你误会。不要紧啦，你说好我，我担啊！啊，你敢袂用诶？唔是啊，我唔是要怪你，我无要塞去你头壳顶啦。啊，唔过我哪会记你？你讲会当替珊珊抓量，啊，煞无甲我讲，伊是颅内出血啊。哎呀，总讲一句啦，就是我唔好啦。早就知道我就应该自己来病院，别带你来。我自己入去不就好啊？把你带入去，佮讲甚物抓人的代志，害你去误会，才伤害刘珊珊，是我无好啦。不是啦，佮你无关系啦，拢是我啦。我自己抓人学一阵仔尔，就想讲会当替珊珊抓人，拢是我唔对啦，佮你无关系啦。老鼠，你嘛是好意啊！啊，再无说你去伤害刘珊珊，永辉因会怪你啦。啊，不过我会怪我家己啊！珊珊啊，拜托啦，你赶紧精神过来啦！你若精神过来吼，我会跪伫你面头前求你原谅我，拜托啦，珊珊，你赶紧好起来啦！大家拢是好朋友，无人会怪你。大家都嘛知影你是好意啊。搁再讲，啊，永辉是一个遮尔明理的人，你若好好甲解释，伊会接受。你放心，到时阵哦，我咪徛伫你这边替你讲话。我哪会这么冲动啊？为着要让珊珊赶紧好起来，我说做这种不应该做的代志，拢是我的不对啦。珊珊，我阁会记你之前你甲英辉冤家，啊为着要甲伊回死嘞，阁亲身走去机场，啊结果啊，甲伊两个人困伫希望的办公室，阁做伙困伫涂骹，迄边吼真正足侪蜘蛛啊、蟑螂啊，啊结果，迄一个查某囡仔竟然拢袂惊，啊硬要甲伊伫遐吼待几日工。这不是领导的高级沙发，领导的朋友考古。好，你都赶快。有假抓？啊！怎么有假抓？我是讲哦，工寮可能有假抓。这就多福啊！晚安。哎呀！你的勇敢，我拢有看到啊！你其实嘛不是亲像表面上安尼娇生惯养，你是一个就有毅力的查某囡仔。我知影，为着英辉哦，你啥物拢唔惊着无？安尼你着搁较拍拼的，较紧精神啊！英辉只是啊，我会好好疼惜你，你会幸福，一直伫等你。我们大家也都在等你精神，知道吗？我想以后的事就是没跟珊珊早结婚的，虽然她常常有大小姐的脾气，但她真的是一个很善良很大心的女孩。以前我常常跟她冤家，甚至还有烦恼别人会认为我甲珊珊做伙是为了我家的财产，所以我才不敢甲伊结婚。哥，我拢知影，迄是张淑英挑工乌窟拉互你挑的啊！哎，就是惊你甲珊珊结婚了后，你会变成乌党的囝婿，然后就会甲伊抢头的权利抢走，伊唔才安尼讲。
安尼想想诶，遐个代志哦，拢是张淑英诶阴谋，一定是要让我生气，害我甲珊珊分手。其实嘛，爱怪我，迄当时哦，我顾虑伤侪，我若是无欠尔侪顾虑，我真有可能早就甲珊珊结婚啊，早就有家己囡仔，早就有幸福诶家庭。就怪陈秀金嘛，一直咧单身在进行，有时阵感觉家己的人生啊，就无意义。哦，你嘛咧想啊？你若是要甲珊珊建立幸福的家庭，即马也会好。就算讲珊珊即马倒伫遮，袂当讲话，啊，不过我相信伊一定要足骨力、足拍拼，想要进行的。珊珊，你考？哎，你考，珊珊，你考啊！珊珊一定是听到我们说的话，很感动。珊珊，是啊，一定要听到我的讲话啊！啊，珊珊，即摆老板说，就表示讲吼，伊真紧就把种配合开，然后就一切恢复正常。珊珊，你莫着急，你慢慢来，我一定等你清醒，我绝对会等你清醒的。好，你等我，绝对会等你清醒的。啊，好叔，哎，美君小姐，小姐。我即马要送吴珊珊去做检查，请您先离开。检查进程有一挂代志要处理。我是不是当陪在伊身躯边啊？敢若会使一个人陪诊？难道我陪在伊身躯边啊？阿英辉，你伤忝啊啦！我无只啊，刚好冰辉，阿小我留一只卖用的。妈，珊珊是我的太太，就算讲我较辛苦，我嘛爱留在伊身躯陪伊。不姐。让永辉去吧，现在珊珊最需要的就是永辉的陪伴。好了好了，你留在这陪珊珊做检查，安尼我去找新家，足久无看到伊啊，伊一定就烦恼的。我要去甲伊讲珊珊这个好消息。啊，不过拄只珊珊发生的代志，你莫让阮丈人嘛知影，你误会啊，袂当受到这种刺激啊。好了好了，我知。啊，安琪搁伫外口。啊，咱嘛爱甲安琪交代者，莫讲互亲家烦恼啊。对哦，啊，好啦，来，再讲我哩啊。来，大家请。好，坐下吧。谢谢。我爸今晚应该在困到，我去叫伊。哎，啊，亲家，若是你困到，就莫甲伊叫了啊。我明天再过来就好啊。来啊，是，来啊，哦，来啊，来啊。亲家，别叫了，别叫了啦。哦，英辉哦，我打电话甲我讲，你要来啊。哦，欢迎都袂赴啊！你看，哦，我点心啊，水果我拢叫管家传好好啊。哦，来，吃菜吃菜。啊，爸，你真大心哦！啊，你不加休困一下？啊，我倒来嘛困袂起啊！啊，有亲戚来陪我讲话，我精神拢来啊！哈，来，请坐啊，请坐。啊，好。哦，听讲你新婚这段时间哦，你伫咧世界咧佚佗佗呢啊？哦，是啊，互人做隐身的啊！哎，有啦有啦，虽然讲是新婚，啊，不过我觉得算嘛，十几年拢是你陪伴我，嘛算是老夫老妻啊。这老夫老妻无不对啊，啊，不过难怪会当手牵咧安尼四界行行咧吼，是啊，互人做隐身的，对嘛？到这个年岁哦，啊，搁会当有安尼一个老伴，实在是福气啦，福气。秦哥，你虽然没有老伴。但忽然多了个女儿，也是好命啊！好命，好命！哦，天公伯哦，我照顾我，我找到这失散的查囡，哦，我嘛应该知足啊！哦，哎，啊，听迄个珊珊讲，进前是你嘛叫安琪吼，搁收留伊对，啊，煞咧珊珊甲英辉才甲伊失散嘛，
哦，你是啊，你嘛算讲阮家的文静人哦。哎，千万别这么说哦。那天就是刚好遇到安琪在路上被坏人追，被我撞见了，我哪有不出手帮忙的道理？哦，是啊，是啊，对啦，真正哎，人说多少，安尼求你哦。好了，别谢了。安琪那时候啊，已经跟我说了很多谢谢了。我暂时收留他的那段时间，他很懂事，还帮我把家务处理得好好的，又会做菜。他这么会照顾人，请给你好命了、啊。这点你讲得对，你哦，做好做代志，哦，照顾人哦，哦，伊煮菜的口味哦，足好的呢，我甲阮老的人拢同款。是啊，真正是拄啊好诶，我甲阮爸甲珊珊的口味哦，一模一样啦。迄毋是拄啊好，迄就是一种血缘的遗传啊。对啦，这一切哦，一定拢是天公伯安排，才好你搁找到查某囝。啊对啦。啊！进前要抓安琪迄几个歹人，后来敢有抓到啊？王乐先，你是会晓抬杠吗？哎呀，一阵歹人哦，讲什么要甲安琪抓去跟我做工呢？哦，蛮足歹的，嘛唔知警察有抓到无啦？秦哥啊，我有去警察局问到这。哎呦！我来给兵副带。完了不？完了不？哇，断掉啊！断掉。是人乱了啊！我代志啦，我代志。哎，来啦，快点冰敷。大侠。我刚才乱撞。我都在叫一声哦，我根本甲惊死嘞。歹势啦，我这人就较小皮，啊，烫一下尔，我就爱甲这样大声，是的啦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啊，秦哥，刚刚说到，我有去警察局问到这件事情。恁就是硬要讲这件代志是，绝对袂当让李德胜讲出啥物让人怀疑的代志。哎，是嘞是嘞是嘞啦！安琪啊，你是安怎？哪会这么无势哩啊？歹势啦！啊，我为病院回来了后，就安尼戆神戆神。歹势，我不是故意。不要紧啦，安琪啊，你和管家来整理就好。啊，是讲，哎，你有病看先生回来，你面色是真歹嘞哈。啊，是不是珊珊又出什么代志啊？啊？啊？无？那有代志？无代志啦。那是有代志，我搁着会甲亲家你报告啊，对无？好，好。英辉哦，迄个囡仔哦，伊惊我烦恼，定定是哦，报喜不报忧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有什么代志嘛，不爱甲我讲。哎，真正无什么代志啦。对啦，真正拢计无代志啊。什么已经无代志？已经无代志，就表示拄只有代志发生嘛，对唔？什么代志紧讲啊？啊？当然是我啦。歹势啦，我唔知影珊珊颅内出血，我说大主大医替伊按摩头部，才造成这种状况。是嘞啦。这什么？爸，唔是老师的问题啦，是我也无甲伊讲个清楚，才害伊做唔着代志啦。请给你们欢乐啦！珊珊现在没代志啊，医生已经救动啊，目前吼足稳定的。是啦，甚至后来珊珊够有反应啊，伊一定有听到阮的讲话，啊，够有流目屎，特别是讲，伊一定立马好起来。哎呦，珊珊哦，伫个病院都多伤久啦，所以伊迄个心脏甲迄个血压拢无法度控制，你知唔？所以医生有交代啊，讲啊绝对吼袂当有任何乌白去吸着呢。你那恁万一害死珊珊，就变安怎？当然是嘞啦，老师我系唔对啦，啊我后摆会较注意的，是嘞啦。这，起来陪。哎，爸，爸，珊珊今麦等于做检查，医生有讲，讲伊后需要加休困啊。哎，今麦是真正有反应，你去等到家去去着，安尼就无好啊。对啊，今麦暂时无代志啊，对。放心，交予病院啊！袂用的，那边我已经去了。啊，秦哥，你莫这么激动啦！你小人会啊，若是搁关起来，是要安怎啦？你先莫让珊珊替你烦恼，好不？是啊，爸，你听我讲，你即马先把精神哦放放轻松，较稳定的。啊，等下我打电话用我问看麦，啊，珊珊即马的状况是安怎？啊，若是较好啊，咱再去家己看，你讲好不？对啦，安琪讲也无唔对啊，先等珊珊哦检查结果出来，啊，咱再做决定，好不？
哇，哪样大代志嘛，无爱甲我讲，你真正是哦。爸，是的啦，啊，我就是惊你烦恼啊，啊，看你即摆拢已经无代志啊，啊，讲出来叫你操烦的，敢毋是？你看啦，啊，你即摆面拢红起来安尼，一会啊，像一个欠款啊。无安尼好啊啦，啊，你当头嘛无困好，我扶你去房间歇困一下，啊，食药啊，好无？对啦，金哥，你哦先去歇困啦，啊，阮就莫甲你搅了啊吼。金哥，我们改天再来好了。拍死拍死，无我送你。哎，别来别来啦！不用不用，你赶紧休困啦。啊，先去我那里去啊哈。拍死拍死，我们顺行吼，顺行顺行，请客。谢谢。老鼠啊！你一来就闹遐尼大代志啦！你当然是啊，拢是我唔对啦，拍死拍死。哎呀，爸，别生气啦，我扶你去歇睏，啊，食药啊，小倒一下，啊。哎呦，你哟，是的啊。万一大家我爱食遐药啊，食到我头昏昏、脑顿顿，无法度好好思考。若是阁继续拐落去，我一定真正戆去，真正变作空的。袂用的，我袂当阁继续好拐入个内底啊。我个人，放我出去啊！我真正无病，放我出去啊！我跟你讲啊，头一个帮我出去的人，我给你1000万，听到无？头一个帮我出去，我给你1000万的。那是吼，把我平安送去病院门下口，我给你1亿，听到无？1亿呢？你嘛唔免惊讲吼，去给病院石头路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会当另外阁给你100万，给你摕去天地医院的民工 ，You are fed。听到无？你帮我出去啊！你帮我出去，我听到无？你拄则敢有听到我讲的话？你是头一个来帮我出去的人，我给你1000万。你若是平安把我送去病院门口，我给你1亿。嗯。啊！我袂注射，我袂注射。你的情绪无稳定，爱注射才会安静。我袂注射，我袂注射，听话，听话，听话啦。张翠，你哪这麻烦啊？你较细腻，甲人拍。用我坐哦，这家有加强剂量啊！我不出声！张淑英，你今麦人是破病呢，啊，就是要好好治疗啊，注射会当让你的病好起来。啊，这大汉啊，我给人注射，你等，进来，到沙张姐。我不出声！进来，坐。我怎么被好人治愈？好，多谢你啊！哎呦，张水英，咱就趁今麦吼，赶紧搞这吼离婚协议书，给签签的啊！你啷就当自由呢？来，我不爱签名，我不爱签名。哦，你若是无想要签名，无要紧啊，你会当吼邓秋英的。嗯，来，张水英邓秋英咯。邓秋英啊！来，邓英啊，进来。哎，你放心啦，我拢替恁准备好真周全啦，哦，看你想要签名，还是邓秋英，拢是会用的。来，来到沙岗来，欢迎去到沙岗啊，来，这里哦，好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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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哎，底下底下，哦，邓家，来，哦，我跟你讲，我是绝对没签名啊，你不是住下，能够起来啦啊？哇！
恁无要甲我斗相共，不要紧，只要钱我颠倒醒来，哼，我著看恁敢有才调，甲我掠倒转去。早都袂当阁好掠倒转去啊！这摆是真难得的机会呢，后摆哦可能就无法度像这摆安尼，哦甲馒头藏起来啊。喂！哎，你俩造蠢！这个货梯伊嘛无法度用啊！头头呀，头头，进来进来！查水，快叫查水！出去了！哎呀，你哪里困啊？张某困什么？张水，你走起来，进起来，进，进，张水，起来啦！哎，等，啊！哇，头头药啊，足强的！什么药？我怎么？头脑真戆呢，什么药啊？无啊，就遐馒头啊，你买单试看卖。我那个偷汉物件叫我只好甲你买着啊，而且还够药啊嘞，紧呢，张顺走起啊，卖算啊啦，紧紧紧。你冲啥？你冲啥啊？今麦是地动啊！我什么地动？卖乱啊！张顺走起啊，今麦哎呦，张顺走起啊，那不人都无起，紧紧呀，所以紧徐州。哎，啊，真正是空气哦。咦，你有趁这机会来充地气？许松进，这个，哎呦，我送你嘛，好可爱哟，啾啾。哦，来，哦，旺旺冷下来听，旺旺，哦，好可爱哟，咦。来来，猪鼻子，来。哎，真正无歹用嘞，那只乖啊，好乖哦！哦，头毛我撸到这里啊，水吼！哎，包包面，来来，包包面，哇，吃包包，哇，猪，好好猪哦，哦，那家好吃，哼哼，啊，平时搞美干呢，今日我说话吼，我该教死你，瞧我讲，许忠信嘛，哈，乖起啊。啊，大鲁斯嘛，哈，就搞的，哈，够叫我饿哈，哎，兄弟几个不要出钱，加唱秋嘛，哈，够困啊，加老困。安尼应该就会当骗过去啊。发生代志，哪样紧张？我无啦，都我巴肚有淡薄不爽快，想要去便所啊。
管啊！好佳哉，我无予人发现，我即马就要赶紧出去诶！啊，迄个予我绑起诶人哦，若是予人发现，我就惨啊啦！我醉了！靠，对不起啊！你亚生啊，要把我关进精神病院，我遐尔简单啊？万象，我是无孔不入，打不死丢秀英啦！哎，考中心啊，送你吃麻药馒头，应该就会当甲你斗三工，互你好好困一眠。迄馒头吼，正正好也规工诶，熟悉的异乡最对味，你今嘛吼一定会当做超温暖的美梦。我心内，你就是全世界上完美的查某囡仔。若无你伫我身躯边，我活着阁有啥物意义？我甘愿去死。我即马就证明予你看。你生命就珍贵，恁袂当安尼，凊彩连生命讲出少。我除了我这条性命以外，我唔知影要安怎证明我对你的爱啊。杨秀英小姐，请问你敢愿意嫁给我？泽凯，你到倒位啊？啊，豆豆爱着好，莫受寒吼。什么你啊？我即摆叫老公。好，那就回归自然。等下才叫啦。袂用，我即摆就想要听你叫老公。啊，你若歪叫，电话我先叫。老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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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嘛，哈哈哈。我甲泽凯登记结婚迄天，伊会甲我讲，幸福就亲像烟花共款，明明知影，真紧就花去啊，嘛是爱甲上水的画面记伫心肝内。我甲泽凯的幸福烟火还袂开始绽放。就消失了。我每天都很打拼，把我跟泽凯的回忆拿出来复习很多遍的。我真的很希望这个子贺可以把我对泽凯的思念转达给他。被养父强迫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，安琪是被养父卖掉的。我救他的时候，他是这么跟我说的、啊：“老师本来就不相信我是有天成的查某囝，不用的，这个人不会当老。思念是藏在心内，不是物件形式上的物件。我的要求嘛，无讲真过分啊。不是逐天用陪你伫只耍办公会啊。希望珊珊还有重量吧，一条关好起来。你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，你跟我问啊。那呢，就多谢我上坚强的补给站啊。”飞弟啊，伊无应该怀疑你。我的查某囝红安尼对待，我嘛会抓狂呢。莫得卡，伊嘛会怀疑我等下五家是无对的。无看到有人入来啊！啊，即卖在甲阮大三刚调去监视器的画面啊。珊珊一定是从掠走的啊！伊病床啊，等很久，哪有可能趁过啊家己离开？医生讲，珊珊应该无可能离开病院才对啊。我真正足怀疑的，安尼泽凯敢真正是会着？风在吹纸鹤的时阵。子贺就会给伊承载足好，传好思念的人。
生孤单，春风满天吹来，吹回来阮的心肝内。生活的爱，有青春的所在，想你想你想你想，无人了解。